Hello， 今天吃流汁宽粉、猪手泡芙、冰淇淋泡芙，然后还有一些串串。这个是豆腐，客家酿豆腐，这个真的很好吃。先来一个冰淇淋泡芙。真的是好辣，
放了榴莲啦。剩下这宽粉我就不吃了，真的太辣了，有点受不了。那我今天就先吃到这里啦，拜拜。